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玉涵，来自中国。今天是我们，明天是我们中国的教师节。今天我来到我们的母校来参加一个99基金活动，来把就是献爱心给在校的一些老师们。这里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室，看一下。等下的话还有仪式，到时候给你们上传几张照片哦。好了，谢谢。